嘉义市光之影舞暨2021年夺下国际缪斯设计奖最高荣誉白金奖之后，今年以宇宙之巅再度拿下了金奖，从来自全球6300件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。嘉义市府也特地把光影融合在公园，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。灯光搭配音乐，高高低低，随着音乐起伏，光影颜色变化，律动感十足。公园里人山人海，各式各样光影闪耀嘉义市夜晚。而光之影舞设计夺下2023国际缪斯设计大奖，从全球630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，继2021年之后连2届举办都获得大奖，逐渐打响嘉义市国际能见度。以大地为画布，光影为笔墨，能够创造白天看景、晚上看影的沉浸式的一个这样子的光影的表演，可以看到很新鲜各种的想象都在其中。我们可以到月球去，也可以漫步到太空。我想整个你又是一个捍卫战士，你又是可以想象你所有。主题以宇宙之巅融合公园黑板树林，再利用全台最大 LED 立体矩阵，创造元宇宙视觉效果，独特设计融入城市里，市府欢迎大家一起体验视觉与听觉飨宴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